看。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兔子的。哦，奖状。对，因为呢，其实，主任今年是第二十年嘛，经营第二十年了。其实主任会觉得说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回忆，就是以后你们长大，或许可能会想起来说，哎，我小时候在爵士猫学，哎，有一个保存的东西，所以主任做了一个奖状。那这个奖状呢，有分三个，好，主任有分三个。一个是最佳勤学奖，一个是最佳进步奖，一个叫做全勤奖。哦，这个不是人人有奖哦，但是每年从今年开始以后，每年主任都会挑选年度的这三个，这个得到三个奖项的孩子们。好，那这个得奖的是每一位老师，就是他们哎觉得说他们手头上的学生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孩子们，然后主任做的这些奖状，然后有特制他们的你们自己的照片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先颁这个奖给有得奖的小朋友，就是今年度的，好，有叫到名字的上台领奖。最佳勤学奖，最佳勤学奖，曾玉腾。好，雨杰、佑翔，叫到名字的上台。子佑、唐一、凯源、玉腾、凯怀、淳熙、沐晨、丽宇、志浩。以上念到名字的小朋友请到台上来，我们要颁奖一下。好，我顺便把进步奖也一起叫上台好了。好，特制到了吗？佑希、实业，好，叫到名字的赶快到前面来。来，我们往你们的右边靠一大步。好，来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先把奖状给小朋友，还有礼物哦。好，来，那个佑翔，你再往前。好，那个奖状上面有写钢琴之星，然后有实验在吗？实验好像先离开，特质好像也先离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往中间集中一点。凯怀有吗？好，有钢琴的，有吉他的，有小提琴的。等一下哦，主任还要准备礼物。有礼物哦。好，我们重回到国小颁奖典礼，有没有？在招位的时候，表现最好的小朋友就可以上台领奖。对，好，我们把礼物放在奖状后面，等一下跟主任大合照。学习的，还有进步奖，在这半年内、一年内进步最多。然后老师觉得你每次上课都很认真的，都可以来领这个奖。好，小朋友靠近一点哦，比较小的来陪小朋友问，朋友看一下，这样照得到吗？靠近一点来。好，我们往中间集中一点。好，往中间集中一点。台上很冷，我们温暖一点。对。好，主任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好，微笑一，微笑二，笑嘻嘻三，开心一点。好，我们只有看到紫伟最开心，对不对？但紫伟最开心了。对，笑得最开心。好，那主任先问一下，来，知道什么是勤学奖吗？主任也要解释一下，什么是勤学奖？勤学就是缺课率最低的，就是没有常请假，好，没有常请假，就是都有来上课，然后很认真，好。那什么是进步奖？就是老师评比，就是这一年他进步神速的，最多的，认真的练琴，都有练琴，然后进步神速的，好，这个奖项的用意是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好。
转，向右转，好，然后走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像母鸭带小鸭一样。好，好，再来还有一个，我刚刚还有讲到一个什么叫全勤，这个全勤奖，主任要特别介绍一下，来，我要哪里录的？好，我先把小朋友叫上台来。好，陈伟、张陈伟、林伟璇两位小朋友，请到台前来。好，好来，全勤来，主任先问一下，表示珍贵。谁知道今年爵士猫办了什么活动？几场活动？举手。几场？来，好多场哦。那是谁？过来。三场以上哦。来，念得出来，什么都可以。今年爵士猫办好多场活动。送礼物，送礼物时间，来开始，来过来。三场，他说有三场。这一场今天的音乐会，12月3号，还有妈妈的节日，母亲节，答对，好哇，好，还有呢，还有一场，好来，还有一场，还有什么？好，还不止，还有，今年活动很多，子礼，镜头艺人来一场，镜头艺人表示他有去表演，所以他知道。哦，你没有，很好，没关系，不是得奖。还有一场没有奖。街头艺人我们办了两场哦，我们办了两个场次。好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母亲节街头艺人两场，还有今天这一次还有一个啊，是什么？那你们两个都参加？停，等一下，我问他们两个。好像是很有爱心的活动，去哪里表演？忘记，反正我就是有上台啦，我就是忘记的啦。那就是我公布的资善美的什么？我们去资善美做义演呐，你忘记了？我们去义演表演，对，有，我有记得。就是我们总共母亲节街头艺人两场，还有十月份的教养院义演，还有加上今年就是这一次的大盛会，对，大盛会。好，那这两个小朋友是为什么被主任评比为全勤？就是说他每一场爸爸妈妈都带他们参加，都有参加，五场都参加，掌声来一下，哇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不是很用心？很用心，爸爸妈妈都很用心，这样带着，这样开车到处跟我们走，对不对？到处去表演，有没有？是你们去有参加吗？有吗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吗？还是我讲想错了？想起来了哦。好，主任要颁奖了。好，来，恭喜陈伟、伟璇得到全勤奖。五场都有表演的哦，五场都有表演，很厉害耶！我都没有全到哎，你们两个既然全到了，太棒了！伟璇要不要把口罩拿下来？好，因为我们有摄影，然后有照相，露出你帅帅的脸蛋。主任，主任要颁大奖给他。哇，电动一台，那个伟璇是不是已经有电动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他有电动，所以我给他一只手表，电子手表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你早上哎有礼物。好，照一张相。好，小西西耶， yeah， 小西西二，好微笑，恭喜两位上得奖的小朋友，来，请下台。好，接下来人人有奖时间，没有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还有大奖要抽，我们有一把乌克丽丽及一把电吉他。今天要抽两把哦，一把乌克丽丽，一把电吉他。奖落谁家？好，迪士尼的电吉他。迪士尼的电吉他跟一把乌克丽丽，我们先抽乌克丽丽好不好？谁想要？我抽过的就不要了。
哎呀，有没有这么大牌啊？不要，大家都想要。2800而已啦。2800的乌克丽丽奖项，奖落谁家？好，来唱名喽。哎呀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。雨欣，雨欣在不在？雨欣小公主，雨欣小公主，好，恭喜你得奖，乌克丽丽法。好，再来哦，还有一个迪士尼的，来 请主任的妈妈来过来抽奖好了，妈妈，我妈妈今天有到场，哎，好重，我垫起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抽一把电吉他，是迪士尼的电吉他。今天有一把电吉他表演，对不对？你们刚刚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去年抽到的，所以他不得已，他只能来学电吉他，今年再来演出。所以现在抽到来，这个有学爵士鼓的，哇哦，有机会哦！有学爵士鼓的哦，有机会哦，要来双修哦，哇哦！牧尘，恭喜牧尘，请到台前来。哇，那妈妈，那个上来拍照，口罩脱下来。对对对，准备要学电吉他喽，明年期待你的表演哦。好，班长，来，一进，我们拍照时间，恭喜两位小朋友得奖，雨欣。牧尘得到我们今天的最大奖项，小星星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是人人有奖时间了，好，我们请以上今天下午场表演的所有的小朋友带着你的红包，红包上面会有小礼物的号码，我们从老师右手边的门走进去，到后台跟老师领礼物，找壁画姐姐领礼物，我们全部的表演者来个大合照，爸爸妈妈请留步，就坐在